过去吗？等我劈开它。 扶你上马，继续前行吧。 担心。
或许这些回忆中你似乎没伏兵太危险，我独自跳过去，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。不知不觉，两岸的景色。我们再向前滑一步。
我想起来了，有一，你手上，我是初见就那一次，不过你唯一可以相信。
这深山之中竟有一座庭院，早已无人居住了吧。不能进入室内，没有路通往池塘。我和你从室内绕过去看看。
站在这里，或许对你有些帮助。我去对面寻个合适的物件过来换你。过来呢，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看看。石桥升起来了，我回去牵马。我在这里等你。